我现在可以断定，草坪里面有绿色的地方都是我们狗狗尿尿灌溉的。看看它为什么地方有的绿有的不绿呢？绿的地方肯定是狗狗天天在那尿。你在等我吗，月宝？哦，在等我呀。这边门怎么开的？吓我一跳。我们出门喽。哎呀，我们嘘嘘嘘嘘嘘嘘，哎，嘘嘘，这边，这边，月宝。真好真好。哎呀，为了拍摄方便换了一根绳子，这根五米长的绳子总算能拍个它的远景。月宝陪我倒垃圾。哎呀，今天起晚了，不知道垃圾箱的那个临时存放点还在吧，没有的话要跑到遥远的地方去倒垃圾了。我要采取那个京剧里面卖的小碎步的步伐，才能保持镜头相对稳定，要不然拍的上下起伏，天哪，看着人头晕。嗯，看看垃圾箱还在吧？哎呀，没有嘞，没有了，我们要到遥远的地方倒垃圾去了。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往这走，上妞家来，上妞家。你看我一说上妞家，女宝什么反应？我的乖嘞，我的乖乖嘞。哎呦，等会儿，公园里边可能有人。哎呀，哎呀，有人的话，我得管着你。走，离近点。是有小朋友，还是有狗狗？去看看。要有小朋友，我们就要离开了。貌似现在。公园已经小花园哦，成了儿童乐园了。看看儿童乐园都是小朋友，我们绕一圈就走好吧。都是小朋友啊，走吧，从这走。哎，别光吃，就表演一个，坐，喂太多了，太多了，吃两片意思意思就可以了。狗子好像都这样的，嗯、我们家那个博美，那个、朋友的博美，只要你手上拿在脖顶上，想干嘛就干嘛。对对对，哎呀哎呀，开心死了。哪吃过这么高级的东西啊？哟，舔，现在会舔了，他会把那个用舌头把它舔起来了。嗯、啊，还是蛮强。他一岁。一岁。嗯，一岁零两个一个月，嗯，快两个月了。已经来大姨妈了。可以吃。啊，不，别给他吃了。没有了。嗯。对，一个折耳，一个立耳。妈妈是折耳，爸爸是立耳。你看他有点、两个小姐姐。哎呦哎呦！哎呦，你真可爱！握手，别把握手，握手呢？握手，别把握手。哎，先坐，哎，坐着握手，坐着握手，握手。别把握手，握手。哈哈哈！会握手。
有吧？你要换只手，还是换只手？因为我给他哦，有有有，他马上就耍赖皮了哈，你看看，嗯嗯。他有还有吃的了啊，握手，这样做没法握了，腿不支撑着。他要把肚皮献给你，让你撸他。你看看，哎，你喂点吃的，人家说这个真是。真的跑了，嗯，有吧？怎么这么可爱？天哪，狗子都这样子，只要一点吃的，对，一点吃的，它就把肚皮献给你，让你撸它。真可爱，这个是边牧吧？对，边牧。它的柔韧性很好，它柔韧性很好。好宝宝，开始做。走，他们去找小姐姐去了。好了，喂出感情来了，那我们以后就放着寄养了。你看看。别过去，别过去，过来过来，别玩，哎，晒太阳，晒晒太阳啊！嗯，开心眼，这两个尾巴摇得欢的嘞，是吧？你谢谢了吗？你会谢谢吧？开心死了！你看两个尾巴摇得像电风扇似的。啊，这瑜伽还做瑜伽呢，乐乐，乐乐。你看乐乐都玩不动了，上，这月宝上蹿下跳，过来月宝，过来，别跑，过来过来月宝。哎呀，不听！这样最开心了。嗯，昨天吃多了。早晨起来，哎呦，全拉到那个笼子里面，吃那个什么，那个叫凯斯克的狗粮，特别好吃。哇，他吃了，吃了再多也不至于这样子的。哦，晚上那个放了没有了？放了呀。放了怎么会拉？昨天拉了两次了都，在外面。哟哟呵，太贪吃了。他那个狗粮拉出来是黑的，就有那个海藻。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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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疯狂的你看。玩球，哎呦，球球球球，月宝，球球球球呢？球球呢？球球放哪啦？乐乐过来，球球球球呢？哦，跟我说球在那儿啊？哦，球在这边是吧？哎呀，这个尾巴上还弄了个叶子，你可真好，哎。稍等会儿啊，要换手了。好了，现在清楚了。哎呀，这个摄像头还要擦一擦啊！给妈妈，球球，
球球给我啊。哎，我们上哪里玩呀？往那扔，远处扔是吧？哎呦，哎呀，那边有满分来了，那我往这扔。一二三。哎呦，又来一个。那满分在就不用扔球了，满分小霸王到哪都要尿一泡。我家的狗哈，现在跳跃运动。我家隔离那么高啊。这个我是跟不上他们。哎。从院里关不住了，放在院里就飞出去。这么小的还能飞，简直是小飞狗。这约宝的忠实爱慕者，走到哪跟到哪。我们得防止满分做坏事儿，满分因为没做手术，啊，对吧？你看他盯牢他屁股。不会的，这么大狗，他不会让他。哟，他不懂，他不懂，元宝不懂。这狗的也不懂，他还没有。满分，满分，往这边，来，往这边，来。你看到没有？你看，元宝在喝水，他在闻元宝屁股。那居心叵测，这个满分。他一直在闻鱼了吧？哎，真要命！然后到哪都尿一泡尿，你看啊，小坏蛋尿一泡尿。啊，满分，你好呀！好嘞，别喝了，又没给喝过水，这不刚喝完水吗？哎，走走走走走走走！天哪，他俩这种奔跑谁能追得上？不行，我得把他俩分开。